道是求道己，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，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。像有一位占信道亲，对道十分虔诚，一家大小都是道亲，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，因为他的哥哥是茅山的传奇人，他的哥学道主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，且用符水其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，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，以此任他弟弟说破寸不烂之舌也说不动他来求道。因为道是无形无相，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。有一天战长天因为要超拔父亲，于是告诉他哥哥，战长庚你不信道没有关系，但是今天要超拔爸，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。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，原本期望他顺便求道，但他哥哥死也不肯，没求道不能进佛堂，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庄严肃穆的超仪式开始了。战长天前蒙地顶着他父亲的名先跪在佛前，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孝点传师呼仙时，在佛堂外门口处的之礼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，这一是叫呼仙，是呼老王灵进佛堂以受命之意志的仪式。这时在佛堂外面的战长庚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，满面鲜血淋漓地走过来，他一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爸爸，然他父亲理也不理，甚至不看他一眼，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。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，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个魔掌，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不一会儿超拔仪式结束了，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，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，全身散发出一种和煦的光华。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，他父亲不理会他，又拉住父亲的手，父亲还是把他甩开，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仙人腾空而上，不久就消失无踪了。原来王灵得道后便有仙佛来接引之回礼天，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得道历程，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，但确实能超生了死。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，我要求道，我现在要求道。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，说什么你也不求，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。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。
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，一方面欣喜他父亲已超生了死，另一方他哥哥终于要求到了。点传师随即为这位茅山道士准备办道，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，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。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，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，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。他惊奇的目瞪口呆，突然说等一下。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，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，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。于是他立刻赶回家，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个珍贵的大道。求道以后，他深刻体认到道术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，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，但却不能超生了死，学了一身道术而脱不了轮回，学得再多再精都没有用。所以不久把他的徒子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，从此弥勒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。资料来源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ernelink.php/story_bit=400332,800,27,797,795,295,102,562,308,32,682,700。庄子新增了五张星相片。5月15日12点07分。
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心，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；当你痛苦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毁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。九点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啊，你要一直检讨自己才对，不满人家
是苦了你自己。13.1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远离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安理得。14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15点，